呢個一個氣氛咧，係唔係淨係一個遊艇會咁簡單？遊艇會淨係你擺隻船，會私人嘅。呢個遊艇自行咧，應該要去到咧，除咗擺得到船，平時咧亦都可以有其他嘅旅客嚟到站喺度停兩三日嗰啲咧，嚟到咧一上到個岸邊咧就可以咧係喺度輕鬆一下啊，亦都咧可以再走出去出邊即係地點玩一下咁。即係呢個咧，最緊要佢嚟到咧個氣氛係好緊要嘅，即係個背景。如果遊艇自由淨係做拍遊艇嘅咧，呢個係遊艇會，呢個係俾普羅大眾、澳門人玩遊艇嘅人嘅一個 station 嚟嘅啫。但如果你話係進出出入入嘅咧，呢個先係遊艇自由行咧。所以我認為所謂遊艇自由行咧，就應該要學歐洲有部分嘅地方嗰個運作，即係意大利可以洗船去到。法國又可以洗船去到巴塞羅那，咁咧先至一個互動噶。如果淨係俾泊位啦，好簡單嘅啫，即係好似個的士水上的士咁啫嘛。但係咧，而家啲遊艇自由行咧，我相信國家係要做一個叫做遊艇嘅聚集點，因為聚集點咧，除咗可以擺艇之外咧，亦都咧歡迎嗰啲人嚟到租任嗰啲地方泊兩三日啦，跟住咧。在这里吃饭啊，在这里开 party 啊，在这里做啲宴会啊，亦都可以利用呢度嘅呢啲咁嘅咧，做啲嘅配合嘅措施啊，譬如入电油俾佢啊，入油渣都系赚钱噶嘛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即系大家要多一啲我哋啲官员澳门嘅，因为澳门以前未有啊嘛，净系一个 marina cup 就系卖晒嗰啲位俾人噶咯。你賣曬啲位俾人，人哋嗰啲人嚟到你點拎開你哋艇俾人啊？所以有個新嘅空間就唔係賣位俾人哋嘅，係要人哋嚟到咧泊喺度幾日咧，嚟到去開心，完咗之後佢就走入第二班人。2000年已經規劃啦，2000年到而家幾多年啊？17年啦，嚇！我攞咗呢一個叫做 import export 啦。即係我先至俾我泊船就要個行政牌㗎，你俾我泊船先啦，有水位紙啊，澳門係嘛？以前冇咗個水位紙，你都冇辦法泊得到船，因為要行政先得㗎嘛。一個海唔係屬於澳門㗎嘛，而家個海俾你咯，咁你政府可以俾個水位紙咯，唔一定話要俾咗個海我嘅，你泊到艇個位咪得咯，係嘛？亦都攞完到我諗都係攞咗嗰個叫做，因為佢要配合呢樣嘢咧。佢又要做呢一個 immigration 喺度咧，我都諗咗係應該幾耐到啊？應該一年都唔夠啊！一年都唔夠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再申請個安全嘅，應該近期咧佢大家有個就係個信息咧，佢哋可以做到。最緊要一樣嘢喺海洋法嗰度，尤其是而家你講個遊艇自由行咧，就算係做個魚排啫，養魚嘅。你都要俾一個 license 嚟先得噶，同埋呢個係租借嘅海域啦，還是一個永久性海域啊？呢個咧政府要真係多啲動腦筋。所以政府而家簡單啦，你俾個 marina 我個海邊俾我用先，個安全邊個負責先？啲設施邊個負責先？所以你哋同政府關於連碼頭附近嗰個我哋已經用好多次嘅交往噶啦。咁有時點講咧？因為要發展呢啲係新鮮嘅嘢嚟嘅。大家有時出去考察一下，或者同我哋嘅發展商，因為我哋好熟悉國際嘅旅遊嘅運作噶嘛。因為我哋都玩唔耐，第一、第二，我哋如果畫得呢個跡，我梗係明白可以做得到嘅。咁我哋咪大家交流咯。咁最緊要政府真話，佢係主動啲，佢幫我解決問題啫嘛。全世界經濟都唔好，唔好嘅時間係最好嘅時間發展。因為咧，唔係全部人都係貪污嘅，有啲真係想輕鬆下、開心下嘅人咧，我相信咧，係有嘅。所以咧，個市場定位咧係好緊要嘅，做生意我可以做，佢嗰政府俾我，而家俾我做一個三五百個位，我都未必去做。所以一定要逐步去發展咯。譬如洋碼頭呢邊已經有個位咯。
我可以喺出邊再延伸嘅啫，我可以再申請嘅啫。咁有嘅，咪一路路加咯。我相信要開始咗先咯，係吧？咁因為我哋已經係俾咗咁多設施嘅錢喺度嚟啦，所以我唔計較。如果你而家重新再做咧，未必會成功嘅有人。咁你俾佢嘗試一下先咯。周先生係成功嘅，好多人都可以做嘅。即係唔係話周先生成功我就專營咁，你冇專營噶嘛？唔係博彩業啊。咁你點解唔去試點先咧？啊，配合下我哋嘅經驗，試下先啦。得嘅咪擴大佢咯。得嘅再揾個地方嘅整靚佢，第二個點都得噶。我講咧個底係8-5亿，我講過噶啦。咁啊，差唔多去到啦。嗰陣時150多亿嗰陣時間咧，連埋啲波狗馬嗰啲咪差唔多150亿咯。咪到我認為底係150亿。咁至於佢有日會好啲，有啲月份會低啲咧，呢、這個我唔覺得，認為係叫做升咯。有時間睇咯，因為睇呢啲咧唔係睇一兩個月嘅，係睇整年嘅。同埋咧個競爭點樣去運用個競爭機制咧？去同全世界競爭嘅，而家咧就變咗澳門嘅每一個點自己去競爭，每一個賭牌主。我相信咧，如果再好啲咧，要去同世界嘅市場再拿啲新嘅嚟嘅。如果係淨係現在咁咧，我睇到係一兩個月有浮動嘅啫，係嘛？最淡個月同最好個月係睇一個平均線先得嘅，睇兩年睇兩個月睇唔到嘅。我覺得仍然有嗰個叫做你160亿好，有80亿、200亿唔緊要，最重要個墊底咧係8-5亿，嚇！我所謂嘅底啊，第一、第二咧，你一定要引申新嘅市場嚟咧，先至能夠有好消息。所謂新嘅時候就係東南亞市場。唔知噃，嗱，我哋做生意嘅咧。政府是配合的，我們不是計我自己的數，我們又不是做房地產。你說60米、90米對我來說不重要，最重要我們是 follow the law， 我有權申請我就申請，批不批政府給我，我隨政府而已，好像我做過碼頭 Marina 都等了17年，我很等得。最重要的一件事，現在經濟這麼曳，你政府如果要推動快啲嘅，可以嘅。我哋唔係可以用我哋嘅，我哋因為我要做個酒店大與細，我哋要計數噶嘛。我哋支持個旅遊啫嘛。我哋唔係攞嚟炒房地產。至於有人認為高啲低啲嘅，喂，政府要話俾我聽幾時係高幾係低，唔該你講俾我聽啊嘛。我問咗佢咯，我等緊消息。澳門。明年咧，我相信經濟會有少少危機咯。4月後，因為有時或者嗰邊路氹overbuild 咗啲，嗰個競爭會惡性嘅。一惡性咧，如果係全部 free 嘅咧，我諗澳門半島嗰啲中小企業辦飲食啊，其他啲關係嘛，有少少危機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即係睇好又好，睇唔好又好咧，點樣喺危機之中度搞翻生佢咯？所以我覺得澳門半島澳門政府咧，因為80% 嘅澳門居民係住喺呢度嘅，希望咧能夠同埋啲中小企大部分喺呢邊嘅，嗰邊係一個個大自己企業，佢自己喺裏邊營運噶嘛，啊嘛，呢邊先係正式嘅本地市場同埋中小企，同埋我哋啲文化遺產喺呢度，唔同嘅客源，所以呢度個交通運輸一定做翻好嘅。